自好，各自坏，各自生活的自在，毫无关联的存在，直到你出现在我眼中，躲不开，我也占领你的心海，充斥着你的空白，为何出现在彼此的身边？江江啊，今天已经是鼓足了勇气来参加这个发布会。他现在啊也很受伤啊，所以实在不方便接受采访啊。大家一定多理解。至于未来是不是退出娱乐圈，我们一定会给一个官方的一个答复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江姐，请问。算把这尊佛给送走了。网上现在怎么说？已经热搜第一了，观众全部都是站江江的。太好了！哎，刚才的经纪人跟我说呀，说这个陈辉那边这代言的事儿算是保住了，今晚上啊，大家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对呀，这视频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她男朋友是幕后黑手，这事儿又是怎么知道的呀？还有啊。就是硕冰他是怎么被说服的呀？居然能让江江在这个发布会上说这些话，这不是疯了吗？其实这件事儿啊，咱们应该感谢侯志。估计他想出道很久，为了出名曝光自己和明星地下情的事儿也不少见，所以老大让我去打探消息。哎，对了豆豆，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啊，这事儿要我说呀，就是后院起火，怨不得旁人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小姑娘长得挺漂亮，就是脑子跟眼神不太好使，估计啊，是受不了女强男弱。哥哥，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您应该明白什么意思了吧？明白了，兄弟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我们赶紧就去江江男朋友的住处，想封他的口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老大，打算怎么处理他呀？先弄清楚他想干嘛，为钱还是为名，手里还有没有其他照片。总之四个字，花钱消灾。这孙子还敢大摇大摆的出来，也不知道避避嫌，这是真想火呀。
草根了。那俩人都认识老大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们将计就计。小姐，这是您的。谢谢。先生，您的啤酒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您要喝点什么？来瓶啤酒。哎，好。这么说，这视频是你找人拍的了？为什么？为钱？不是。那就是为了出名了？我一直觉得，他实力根本就不行，唱的也一般。你看我们乐队啊。凭实力玩音乐，这一年挣的还不如他零头多呢。凭什么呀？那你怎么就只曝光了照片，没曝光视频呢？因为他马上就要公布恋情了呀，我身份一旦被认可，就不需要这视频了。你可真傻。他就算是公布了恋情，你觉得他会公布你的身份吗？而且他很快就会跟你分手，因为你现在是他的绊脚石。行了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回来吧。视频拿给我看看呗。来，怎么了？我想跟你谈谈。我知道你正在酒吧见一个女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坐在你对面这个女人想利用你，她有自己的私心，根本不是为你考虑。这你要想清楚，真的要爱，她跟你说去做。这样吧，你先出来一下吧。我接个电话啊。我就这么说吧，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女人对你提出的要求把这个视频曝光，首先对于江江他们的公司来讲，你毁了他们的摇钱树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其次，就算你曝光了视频，对于他们来讲只是损失了一个艺人。而对于你和江江呢，搭上的将是你们的前途和你们俩的未来。所以你听我的，千万不要冲动，更不能被别人利用，被别人当枪使。之前你只是曝光了照片，这已经引起了不小的风波。如果视频曝光呢？所以说，你听我的，等这件事情稍微平息下来，大家找个机会，你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。你相信我，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。而且我看得出来，你是很爱他的，否则你不会到现在犹豫不决的，对吗？还有就是，你的歌我听了，真的很好听。你在音乐上也的确是很有才华，所以我想你要冷静，不要为了一时的义气，赌上自己整个未来和前途。所以听我的，不要把视频曝光，更不能给他。你在听吗？你一直不说话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听进去。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你默认答应
我知道了。好，我也相信你。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君子约定。好。怎么说呀，老大？搞定了，回公司。计划如期举办，这可不是小事，容不得一丁点闪失。你相信我吗？老大，怎么办？这孙子真当自己做什么别人不知道啊！老大，要不咱干脆……成全他。姑奶奶招呢，这马上开始了。急什么呀，快了。这能不马上开始了您还快了？哎呦，要急哭了是吧？给我憋回去啊，我不吃这个。你就会这句，我小孩啊，动不动就哭。3号，3号。气死我了。二号公司没这样，二号。你给我让开，不要拽着我，你让我走，我去找他，不要告诉我，我不相信这一切，我都不相信。哭就哭出来，发泄发泄就好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居然敢在这里拦着我！我要去找他。你找他，他亲口跟你说你就死心了？对，我要他亲口说，我必须要他亲口说到底是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有的人就是爱自己比别人多。你有女朋友吗？你有吗？我没有。你没有女朋友？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女朋友，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心情？我不信，这一切我都不相信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不会害我的，他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今天早上还给我做早饭了。这么说，这视频是你找人拍的了？为什么？为钱？不是。那就是为了出名了？因为他马上就要公布恋情了呀，我身份一旦被认可，就不需要这视频了。
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没女朋友，不懂你的感受。那是因为我也被最亲近的人背叛过。我说这话不是为了安慰你，你这时候非要去找他，非要想问个为什么，没任何意义。而且我也实话告诉你，这个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，其实他挺爱你的，甚至希望能够为你提供安全感。可是长期的女强男弱，崩溃只是迟早的事儿。你让他一味的为了成全你，牺牲的只能是他，这其实真的也不公平。甚至我以前也曾经自私的认为，成全婚姻、放弃事业的只能是女人。一会儿把眼泪擦干净，补补妆，上台就按这个说。其实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这件事情很紧急，如果不趁机反败为胜，接下来失去的就不仅仅是爱情。找到了江江的男朋友，你肯定想不到是他找人拍了那个视频，交给你了。果然如此，但是我没想到你没跟沈凌合作，他出的可是七位数。七位数怎么了？区区七位数就能买通我？不过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俩有什么过节？他非要把你往死里整。如果他出的是八位数呢？你不会是抢人男朋友吧？要是再多加一位呢？行了行了，打住吧！再多一位我就被抓进去了。先说正事儿。这发布会你打算怎么办？舞台我弄得再大气磅礴，有多漂亮有什么用啊？代言人人设崩塌，这一切都毫无意义。如何扭转乾坤？剑走偏锋。你想利用这个视频？陈辉对代言人不离不弃，声讨渣男，这可是绝对的圈粉行为。而且这款车主打受众是年轻人，要的就是这种洒脱无畏、敢想敢做的态度。佩服佩服。彼此彼此。承让承让。好说好说。低调啊，低调低调。哎，但是我写的这个道歉信是不是也是感人肺腑的？那必须的，要不大家都叫你铁笔杆子呢。所以咱这文案的事儿以后还得你把关。哎，这么曲折的故事你现在告诉我吗？我们以后叫你唐大胆得了。哎，我来总结一下啊，老大为什么能成为老大？因为忍常人不能忍，扛常人不能扛，擦常人所不能擦。停停停停停停，我成超强去污卫生纸了，我。我来总结一下吧，啊，这件事儿啊，咱们干的不仅成功，而且漂亮。耶！大家也都辛苦了啊，咱们回去好好休息休息。解散。哎呀。
回家喽。回家回家。好好谢谢你、啊、辛苦了、啊。辛苦。拜拜。走了。拜拜。走了。辛苦。好好睡一觉。哎。走吧回家。怎么着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啊。我找到房子。真的。沙洲你大爷。不是你就不能掩饰掩饰你这内心的喜悦吗？你就这么着急盼着我从你那儿搬出去？没有，真的，咱俩这段时间哈，在一起住了这么长时间，真的是这个感情嘛，难以割舍。哎，但是别说啊，今天你跟这硕兵之间配合的还真是啊，天衣无缝的，我都觉得你们俩有可能这个。破镜重圆的可能。喂，杨，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，这孙子找着地儿住了，今晚上不用回家了。月黑风高的，今儿干嘛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怕你一人在这闷得慌，过来陪你。为什么不回家呀？害怕。害怕？怕什么？真要聊这个吗？你以为我想聊啊？老子累了一天了，谁有精力管你们这些婆婆妈妈鸡毛蒜皮的事儿啊？我是怕你耽误工作，耽误公司的正事儿。哼，果然是领导啊！废话。你们一个个的，要么拖家带口，要么月光族，我敢松懈吗？这个世界上，有人专门制造麻烦，有人专门负责解决麻烦。就像夜店里，很多人喝的北都找不着了，但是总有一个人会清醒的坚持到最后。结账，并且把所有人安全送回家。所以你就是那个把所有人安全送回家、时刻保持清醒的人。这就是咱们这行存在的意义。说说吧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媳妇儿，她让我选，
要么辞职，要么离婚。公关大师，你帮帮我吧。这两件事我都不想舍弃。你这事儿，我真帮不了。哎，我一直认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办法的人。你办过那么多案子，哪个案子你办的不是游刃有余的？哪个案子不比我媳妇儿麻烦啊？是，以前呢，我也曾经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公关不了的事儿。那现在呢？别人的麻烦都好解决，那是因为事不关己，隔岸观火。但是感情这事儿，是每个人或者说两个人之间的事儿，没法公关。布局早晚会露馅儿，谎言也只能害人害己。哎，看来这个选择题最后只能我自己选了。来吧，敬我们俩，俩 loser。 哎，别，四个 loser 带上老沙跟后置。对，没事吧？哎，原来你也有今天啊！啊，我还以为我是全世界最惨的那个人。哎呦，现在看看你，我怎么觉得我心里舒服多了？哎呀，不是，阿总，你说这世界上，男的打女的就是罪大恶极，这女的打男的，她怎么这么理直气壮啊？她。而且，哎，我还不怎么生气，好像跟我占了他便宜似的。我告诉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天生就是个受虐狂，搁我这儿全都一样，情节恶劣的两年以下，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两年以上七年以下。那要是伤了这儿呢？那就得是无期了。哎，后悔吗？没跟人家合作，不然能狠狠地报复一下捅你这儿的人。看来啊，我得给自己减刑了。真能翻篇吗？哎，你跟我说说，你们俩当初究竟因为什么呀？真要聊这个吗？聊聊呗，夜这么长，酒这么多。你少来吧你！你是想在我这儿找优越感吗？狭隘了，咱俩都栽在了优秀女性手上，我这是寻找同盟呢。来来来。哎，你说现在这女孩怎么一个比一个厉害呀？是啊，我这还一直守着旧想法，就是觉得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经地义的呢。结果呢？被现实教训了吧？你接着说，然后呢？那个时候她正处在要么升职要么离职这个阶段啊，所以就跑来找我商量，说我们两个如果想在一起，就必须得有一个人为了家庭放弃工作。
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你是在给别人打工，而我是自己公司的老板。结果姐们一生气把我公司毁了。漂亮，人家干的没毛病。我当时说的就是气话，结果姐们当真了，以为我是一真混蛋。我站在女性的角度上讲，必须得批评一句，你这事儿干过分了。你拉倒吧你！你一天天泡妞的主，你还站在女性角度？我泡谁了？啊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动真格了呀？我不就平时看看直播，看看女团吗？我一个连酒吧、连夜店都不去的主，啊？合着现在只允许女观众天天对着电视剧男主角叫老公，一个月换一个 idol 做男朋友，就不允许我给辛辛苦苦做直播的小姐姐们点个赞打个赏了。我跟你说，在这件事上，你对硕冰和我老婆对我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。你们在考虑到自己的人生规划，考虑到自己的生活事业的同时，完完全全忽略了我们作为一个独立人的正常需求。我老婆就是这样，她完全忽略了我作为一个正常男人的需要。我真那么过分吗？嗯，心不是一天寒的，过分的可能是你日积月累的漠视和伤害吧。小朱，看来感情这事儿你比我懂。你拉倒吧，感情比法律复杂多了。你别看我看了这么多失败的婚姻案例，但是回到我自己生活这儿，还是一地鸡毛。哎，行了，不喝了，你赶快回家吧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不是说要一直陪我吗？我是拯救不了过去了，但是你还有机会。躲永远解决不了问题，拖久了，再热的心都会凉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他要非让我选，我怎么办？选他。工作没了还可以再找，他就一个，除非你想重蹈我的覆辙。这什么破题啊，我不会做，老师还把答案撕了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蚊子哪是？哎，别咬着我，小心啊，别咬着我。我看看什么题啊？
第十六题，你教教我。行，你放心吧啊，这爸五分钟就给你解决了啊。让你爸给你弄啊。对，来，你先做别的作业去啊。去吧，哈。专心写作业啊。嗯。啊，去。回屋啊，别到时候溜达，回屋，专心写作业啊。好。你看，他把你给吓的，你说。咱俩合法夫妻，明媒正娶的，你怕什么呀？合什么法？咱俩还没复婚呢。有事啊，刚咱俩差点就犯法了。可不是吗？别急啊，我早晚啊，让你变成我沙帽的这个合法妻子。嗯，我没着急啊，我觉得现在单身特别好，好多人追我。讨厌。别说这话，那就拿个纸个笔去。五分钟搞定。好。哎呦，我瞅瞅什么题呀，这是。哎，那个，我去看看小星别的作业去啊。你去。你快点。嗯。哎。茶馆为进水，泥馆为出水。现在先打开甲管，当水池水刚溢出时，打开乙丙两管，用了18分钟方案。当打开甲管，先打开甲水管，当水管刚溢出时，咱们的等量用的。还没解完呢。你别吵，快了。那个，孩子都睡了。咱俩睡呗。嗯，但是我这很快就算出来了啊。灯打开假水管，打开假水管，出水池。那个，再打开一水。就明天让老师给弄呗。咱小时候这奥数。哎呀呀呀！行，我这就解出来了啊。银饼为什么和自来加水的时候是用的？不开冰水管，还是这个？老师啊，我困了，咱睡呗。你先睡。
我困了，我要睡，你把灯关了。关上灯我没法写了，就一直盖着，被子太凉了，盖上点啊！我关灯，我关灯，我上外边去了。不信了，一个研究生，小学体育课怎么来了？我都不信了。